大家好，我是徐又欣。这次在金车南京馆有我的新的个展《寻宫的旅程》，时间的话是7月18号到8月30号。展览大概会分成两种画面，第一种是因为追寻光而开启的旅程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仓鼠与扭蛋啊，还有蛋糕等日常小物在午后的休憩时光。谢谢大家。